真心切愿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！机会不能错过啊！无量劫来在六道里搞生死轮回，苦不堪言呐、啊！你这一生遇到苦处，不是大苦啊！你过去曾经地狱待苦，恶鬼道待苦，畜生道待苦，啊，天上你也待苦，啊！如果你想到三途之苦，你还愿意在这干吗？如果不出六道轮回，换句话说，任何一个人肯定在三途的时间长，在人天时间短。为什么？我们学了法相唯识就知道，阿赖耶识里头相应的心所，善心所只有十一个，恶心所有26个，这就说明你习气里头善少恶多。那现在外面的诱惑，古圣先贤的教育的诱惑没有了，现在全都是杀盗淫妄啊，全都是暴力色情，这还得了吗？今天世界为什么乱，灾难为什么多，原因就是这样的啊！你还能不走吗？真正觉悟，发大慈悲心，在这里多住几年，多受一点罪，希望多带一些人走啊！这就是使命啊！有人能接受，有人听得进去，有人能相信，那我们就得干，一个也不是。啊，到功德圆满的时候，自然就走了。啊，走了也跟大家做很好的实现，像黄忠昌，像我们这个高雄那个念佛的老太太，哎，你看。他虽然是一生也不会讲经，也不会弘法，他那一表现，度了多少人啊？让多少人生起信心，让多少人对净土的怀疑化解了啊！这就是三转法轮里头做正转的 啊！现在人都讲究要正觉，哎，做正觉来给你看。